欢迎各位再次收看虎符汽车的变形金刚分享时间，这是我们1589期，我们2023年第一次更新。那给大家分享两个简单的低龄化倾向的玩具，来自于地球火种的旋转变形 Optimus Prime 啊，还有 Bumblebee。这一组玩具的话呢，都还有单独附带一个小人偶跟它搭配。Bumblebee 的话呢，是对应的女角，而 Optimus Prime 则是对应男角。那我必须称赞一下，其实这一次的小人偶的话呢，头雕真的做得相当的 OK。女主角的眼睛啊很大啊，而且眼珠子里头还有一个光芒点。那这个男主的话呢，做得也很好，可以说呢，以这么小型的人偶来说，完全出乎我意料之外的面雕是 OK 的。那我们可以翻到后面来看，你可以看到呢，女角的背后呢多了一个洞啊，这绝对不是叫你从后面来啊。它的话呢是可以跟 Bumblebee 呢有一个简单的小型的互动，那这是 Bumblebee 的一个车形态，它的上方呢有一个洞在这边，这个你结合我，我结合你的一个即视感啊，我们完全可以把女角呢放在 Bumblebee 的车子上方，那这个的话呢是卡进去而已啊，如果你这样子晃动的话呢是有一定的几率掉下来的，但是今天它跟我感情比较好啊，就没有甩出来。那么除了放在这里之外，它的大黄蜂背后这个尾翼的部分呢是可以取下来的，尾翼取下来之后，内部就有一个凸，这个凸呢就可以跟刚才我们这个女角后面这个洞啊去做一个简单的小结合啊，这样子把它给安插上去，我们的女主的话呢就可以升天去了啊，就但是它不能真的飞啊，所以不要把它丢出去。那这是它的一个简单的一个小型的互动啊，我们可以这样。那相较于女角的这个跟大黄蜂的这些彼此互动的玩法，这个 Optimus Prime 的话呢，跟男主呢，果然就男男之间就没有什么好你结合我，我结合你的了啊，所以的话呢就没有什么可以互动的。其他的互动呢，就是在他们的变形过程中，这个人偶本身呢是起到了一个类似于是银河之力那个启动钥匙那样的功能，我觉得这个设计还是挺好的。那我们来看一下他们的一个车形态。我们呢，先将女主的这个背后的这个翅膀呢，先还给大黄蜂啊，从这个地方把它扣上去。大黄蜂的车型跟女主的比例基本上应该是搭不起来，车子太大了啊，车子太大了，上方明显的派系标志，而且它的派系标志呢是纯正的 Optimus 啊，就是这个 Autobot 的标志。反过来说呢，我们的这个OP 呢，它这次的标志我不太，因为动画我还是没有看，不好意思，它上方反而多了一圈的一个东西啊，所以相比较，反正大黄蜂的标志要来的正统。这个轮胎滚动性还算可以啊，这个滚动性我觉得比我想象中来的优秀啊，虽然不是铆钉，那底盘可以看到人形的手啊、脚啊、胸口啊，一目了然的，自然是低龄的玩具嘛，就不要苛责太多。反倒是车尾啊，还有车尾灯，所以这个车子速度不是很快，因为你能看到它的车尾灯。那流线型也是算是好看，但是这个脚掌在这边啊，整个凸起来啊，从这个地方看好像一对猫耳朵啊，在这个地方啊，大黄蜂本来就是卖萌的啊。那至于这一款 OP 的话，车型的表现是比大黄蜂要更差了点啊，你看到侧边啊，已经完全没有任何的刻画了，就是人形的腿就直接露在这了。那后方啊还是有烟囱的一个造型，那么人形的脚啊就是整个就是躺平啊，就感觉就是一个人呢躺到这个，我们可以理解到说这里有一个人呢躺到这个卡车头下面去维修它啊，所以就看到一双腿露在外面啊，这个就是这么回事了啊。那它前方呢有一个稀奇古怪的东西，这个的话是可以拿下来的，它是人形状态下的盾牌吧。那前方的进气口，这个金属漆的漆面倒是做得还可以，那身上的话呢，就是还有一些小点缀，那这个地方有一些奇奇怪怪的涂鸦，代表什么意思？我不是很清楚啊。那我们的话呢，就进入它的一个变形的环节好了啊。那我们呢来示范一下啊，它们的变形过程，还有一个旋转变形的玩法。大黄蜂的话呢，这个翅膀拿下来，我会建议呢，先把这两片部件往上挑起来，再来的话呢，把这个两侧门给打开，然后呢，整个拉着脚往下方扯出来，
这里啊，如果你没有先打开的话呢，你翻到这个地方的时候呢，就会去形成一个干涉。但是我已经有先见之明的把它给打开了啊，这个腿就这样子。那再来的话呢，我们把这个头顶啊，我们这个时候把镜头升高一点啊，因为接下来它的一个旋转变形的一个玩法就是在上方这里。来这里的话呢，我们把这个地方给打开，往两侧放下来，这里卡住之后往斜下放下来。这个时候呢，我要先提一件事情啊，其实这个旋转变形的话呢，你在每一次把玩结束之后，你必须先把它进行转一圈，然后变成车型锁扣住，再给它放下去，它才会有旋转的效果啊。我变完之后各位看了就知道了，你这个时候把它给卡下去放开啊，然后人会飞出去呢，是家常便饭，因为这真的是危险动作。为什么人家在变形的时候你要站在人家肩膀上？你当然你不飞出去那飞谁呀？那我大概给各位解说一下这个机构好了。它的这里面呢有一块黑色的部件在这里，它在旋转的过程中呢会去有机会去碰到它，然后它的这个手啊，这个里面这个部件啊，它才会弹出来。那这边的话刚刚可能触动不够优秀，所以它就没有弹出来，压一下都下来了。那这个的话呢，如果说我举个例子好了啊，在这个时候它已经旋转完毕了，你这个时候去按它是不会旋转的。为什么呢？因为它已经转完了，你知道吧。好，这个地方卡住，你看你预先转好一圈变成车再变回来的时候去卡它，不好意思，又让你表演一次空中飞人啊！它是必须要先转一圈啊，各位理解一下就知道就行了。那再来的话呢，我们就看到 OP 的变形的话呢，有一点意思啊。首先的话呢，腿的话呢，往下面直接掰下来，它这个地方有锁扣，把它给掰下来，好，然后直接就站稳了啊。上半身的这个变形这里呢很居外啊，这里放下来直接打正就行了。这里是一样的啊，放下来直接给打正。然后呢，车顶的这个部分啊，从这里挑起来之后，车顶跟着把它给挑起来，挑起来，整个挑起来之后啊，这个背包的部分把它往上面提上来，提上来之后把盾牌啊就取下来掉地上了，待会再捡吧。然后整个翻过来，这里有个凸，要扣这个洞，这边把这个背包的话呢，算是一个小小的一个锁定啊，给扣上去。我看一下啊，这里没有扣到，扣上去之后的话呢，我们再把这个人偶呢一样给放上去啊。好，然后因为刚刚我忘了先把它锁定过去，所以它就不会旋。那刚刚在变形的过程中呢，我们要留意到的啊，就是除了第一个啊，如果你要享受这个螺旋升天的变形的话呢，你就必须先预先转好。再来就 OP 的这个背包啊，记得要推上去，如果你不推上去呢，它就无法这个旋转，因为它一定会卡。那背后给各位看一下，从这个结构来看呢，各位也应该能看得出来，它的这个两腿下面是一块部件，所以它的腿就是膝盖要动就是一起动啊，只能够跪而已，其他的话就没有什么可动。手的话呢一样，手的可动呢比 OP 更弱，而且它是往后推啊，是往后推，非常的非常的可爱吧，我只能这么说。那这个毕竟是一个所谓低龄取向的一个玩具，那究竟能不能卖出去，这个是反正这个是孩之宝他们自己去吸收的，不关我们的事啊。我们节目也是做这么样一个简单的一个介绍还有记录。那这一集就给各位进行到这边，非常谢谢各位的收看，我们下集再见，拜拜。